遇见你的我，碰到我的你，在同样的深夜里，写了同样的日期，望着你的我，望着我的你，在同样的时光里，问着同样的问题，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